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哎，我也要讲啧啧，啧啧啧啧啧啧，把我的 Steam 关掉了，是不是应该拉一下小鱼？他是不是啊？还在设定开台？哎，开台喽！8:06，开台喽！好，开，开了，嘟嘟。有人在玩我家的门？没有，我在玩你的灯。谁在玩门？谁玩门这么坏？玩门？哎、欸，这是我家的窗户。完了，完了，完了 ！Discord 是不是怪怪的？对，没有啊。对，有啊。开始有点电，我没感觉。然后团没开麦，小电了一下。哎、欸，现在好了，电电电电电电电，没有、哦，现在有电吗？有，没，还是有，我听是没有，我很正常、欸，现在是很正常，还是要换一下，换个伺服器之类的，光出去进来就好了，我刚换了，出去进来，我换香港，哦，好，好，好，现在是已经香港了，就是。看起来还行、欸。那等一下，每个人听到会不太一样。嗯，我听起来是还行。普通电。微电。微电，麻麻的。最近又在搞事了，没办法。哎，麻麻慢。B C 微微。对。微微。麻麻麻。安安，大家安安，安安安，早安早安，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不到五 MB 哦，不到五 MB， 哎呦，好进了，人家才刚关起来，对不起，我把地板敲掉了，谁地板又敲掉了？我抱歉，好坏哦，我去补一回来，啊，哪里没事，我有哪里，这个吗？这个这块吗？我天哪！这个吗？刚刚中间的那个草地被我弄掉，我切窗回来，有红色毛毯吗？羊毛？要对呀、啊，还是你去挖红土？红土哦，红土大陆的 style 比较像，红土很复古哎、欸。好啊，我去找。很复古是什么意思？复古。很复古，就是因为很复古、很久的那种跑道是红土、啊，就是塑胶皮的。哦哦哦哦，一颗一颗的。现在都变 PU 跑道了，现在是 PU。哦、PU 跌倒好痛。对，欸、对，在上面滑，而且一定会受伤，好痛。我觉得都好痛、啊。可是 PU 比较不会那个什么沙土到伤口里面的。嗯，可是红土就是、就是、你切了你就完蛋了，你切了你的衣服也就完蛋了，对，衣服完蛋，然后你切下去，你就要在保健室待半个小时，在那边拿那个水慢慢冲，哦，好痛哦，太好了，我清醒了，啊，你刚刚在睡是不是？就是痛醒，我刚刚也还在睡，痛话题，全部都在睡啊，睡，都上来了吗？嗯，反正、啊，今天呢，这个活动嘛，哎、欸，没有钟可以敲哎、欸，缺钟，有缺钟，我去找一个钟，我记得是不是有啊？我去敲一个钟，敲一个，敲一个，可以敲敲一个钟啊。嗯，动作，今天稍微讲一下啦，今天的活动呢，跟成就有关，成就，哎、欸，就是大家之前解的成就，可能要跟，哎、欸，我敲了，我敲了。啊，瞧瞧，请怎么放？你怎么放？你可以，你决定。哎呦呀，随便放，要不然放头上、啊。那是半砖啊，所以。歪的，完了，先接受。那个要么就要放两个啦，对吧？还是歪一边？没有，你这怎么放都不对啊！要两个钟就解决了，你要两个钟就解决。我家走一个，我家走一个。嗯，要再找一个，更歪了。下面就比较好了。好啦，大家的这个所有成就会全部的重来呀、啊。这个、oh. 这一次的成就呢，
有了，你们可以看一下 L， 应该全部都不见了，空了，都没有，真的耶，几乎什么都没有。L， 哎，真的，空的，对，为什么连那个最一开始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真的什么都没有，本来是这样，本来什么都没有，哭哭脸，本来就是这样子。好，哎，那不是黑包包有吗？还是就是有了，钻石包覆我，对。哈啊、哦、有你把钻石胸甲丢出来再穿起来就好了。哎呀、哦、有啦，跑出来了，我们直接不是解核心故事，直接先解钻石，最后面的再去送钻石装。没错、新手大礼包。这一次的活动呢，主要就是呢，我们会把大家的成就全部重新来，那接下来的为期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大概四次开台，总共八个小时间，大家能解多少成就算多少。每一个成就呢，会给你三颗钻石哦。然后那种如果是椭圆形的那种的，那框框的椭圆形的，给你十五颗。然后如果是那个刺刺形状的那个，是给你四十五颗。四十五颗哦。哎，对，所以这次是赚烂大赚特赚赚烂的时候啊。好。对，等到开到我们这个成就这个结结束那天呢，结算完会开放的那个我们这个装备合成系统。好，那就接下来就自由动来去解神物喽。解神就好哦，解神就好。核心跟故事是怎样？挖草地是不是啊？木头吧？核心吗？忘记了。还有，不是有个核心与故事？就第一个啊，那个没亮，好难过。游戏的核心与故事，那个是不是平常就是一开了 就对对对，我跑到别人家解成就，我看一下他的原本叙述是什么，像哭哭欸、什么重新游戏吗？对啊，去的路是一条吗？物品栏有工作台就可以解掉第一个了。哦，有工作台啊、哦？对你要我家的工作台吗？我在你家解成就呢。有了，这个我给强制给大家了，这个基础第一个，哦，你给大家了。哦，第一个给了，哎、舒服了，舒服了，睡了，赞哦，舒服了。那个遇水稿，遇水图，遇水图，这里，破取三级。哦，御水杵欸，这个是不是我们？我们上一次第一天呢、要叫的、要叫的啊！哦，就那时候我打到那个打怪拿到的，耶！超好笑，一直把东西丢出去再捡回来。哦，对哦，你们在海景套房那边，你看一个御水杵直接赚好几个钻石、欸，赚烂欸。真的蛮赚，海景套房主，我来了。他技术什么？啊，没有赚烂，赚烂，赚赚赚。我也要去，我来了。来，阿旺，请爷，请表示你的爷。耶！好，请丢给下一个。再一次了吗？你是怎么了？我觉得好像很有仪式感的感觉。耶、yeah ！我回到哎、欸，不对，是你走错家了，时区又不对了，不是这里啊，不是我家，是我家啦，我这，嗯，又跑到奇怪的时区了，我在这，奇怪的地方，你在哪？奇怪的，你在哪？我在杰克家，杰克，你跑去哪里了？哎、欸，你别动，哎、欸、，stop，、欸、我好，请叫，好哎、欸，好哎、欸，Hooray！ 好哎、欸，耶、yeah, ，找到了，哎呦，突然卡住，吓死！你该找、还有什么呢？该找冰桶挑战，铁锭啊，盔甲。我直接看那个维基百科，直接帮你解了。这一次感觉就会把大概好解的全解完。嗯，然后对，下一次开始就是难解的。没错。嗯。啊，邻居，你对我这么好，我分你这个。
七。上一次熔弹在谁那边啊？我没拿，不在我这。好像祭祀掉了。祭掉了。哦，对耶，丢出去没了。对。这样熔弹还有办法有吗？我给大家。我还以为是每人一颗熔弹，然后再飘回他，好爽，咦，爽爽，嗯，银河灰龙啊，开心的啦，太爽呀，太爽了啦，中。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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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他！先不要杀他！等一下，谁点我、欸？你要抱歉，今天不行。没有，你找一个人射你就好了。图的，对啊，没有、欸，我路过刚好看到阿汪这边出，我没有盾牌，我不好，我要杀他，你打我死去，去死啊！哎呦，好了，你可以杀他了。那我睡觉喽，可以啊。真的是，真的是我解完成就我就跑走，有没有帮阿汪？你好坏，他直接走掉，毫不留情。我要找人，我要找人对我射射。我也来来来来来。可以找人对你射射，你在哪？你在你家吗？我你在你家吗？我回家，在你家射射。来来来，对我射射吧。啊 ，OK， 换我哦，瞄准。你都给我打，我要砍你哦。啊，我要穿插，我要 play one。来，我来，我来，见识见识。Shoot me！ 你好，我有。Here， 这边跟见识。Come on！ 我来，我来，我来，对你射射。哦，哎，不是啦，抢我位置！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shoot 你！你怎么了？不是，这才说不是我，不干我的事。杰克，杰克，我今天我没见识了，被拦了。哇！救我！我有！杰克，谁要射射？谁要射射？杰克刚刚整个烧起来！来来来，给你盾盾！我也没有盾，我也没有盾，我只想盾盾。那你们怎么都没有？你盾盾，好，盾盾，盾盾。是的耶！我解完了，我解完了。那我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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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是我的，我的破功，我丢在路上，我的破功哎，哦，谢谢，你的破功，真的是破功啊！啊，我要捞杰克这个，哎，那刚刚那个爷呢？爷去哪了？那个爷去哪里？在这里，在这里，爷不在我箱子，我箱子，哦好，右下角，右下角，我的光辉夺目 ，Hello， 好，耶。看到有人在偷丢垃圾，哦，这里还有很多岩浆去偷挖人家的，这里的这里，哦，那个中间旁边就有一个啊，可以捞。我刚就捞那个啊，捞完就发现有人在那边丢垃圾。红挑战，还要附魔钥匙，黑曜石嘞，还可以深入一点呢。啊，杰克，我以为你这个锻造台这边会放黑曜石当装饰的呢。我没有啊，全部用黑石。你还想把它挖起来是不是？我想说把它挖起来就好了。不是啊，太烤钢了，好不好？好失望哦！我对你失望，好失望，好失望，完了。打火石。等一下哦，这样是不是有没有人家有用过的打火石啊？对啊，我想说。我有碎石哎、欸，可是在家里的箱子，我家好像有打火石，我还有两个。我想说找一下，有了冰桶挑战，你黑曜石在哪里？我刚刚牺牲了哈基家的一个岩浆，你们要吗？牺牲可以？为什么不是捞起来倒回去而已吗？没有，他要黑曜石，欸、没事，还是无限的。不要，你知道身上有黑曜石就好了，捡到黑曜石。我刚刚放出来阿伯 key 啊，等一下我重登。我看你拿在手上。哦，那应该是我出 bug 了，等我一下。你只要把 Q 出来就好了，不用把它放出来。我找到打火机了。你要放我家会哭哦。可是不行哎，应该是要放出来。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努力，努力才有成果。对，要放出来，把它变成力。
没错，放下去。哎、欸，这不用点了，就放这啦。这边这边去点所有食物，在这里这样。很难，那个很难，那个很难。那个包含附魔金苹果，好爽哦。对啊，干嘛呢？哎哎，校长大人了，好难哭啊！哭啊！难过，变啦。我以为在学校校学到的是尊重、包容、友善，就没想到校长先打人，直接这样子。没有，校长教你们一件事情是以牙还牙，哦，以牙还牙，好难过。哎呦，好，哇，对耶，你那个棒棒厨在谁那边啊？棒棒厨爷爷吗？对啊，你去把厨吗？对，你去把它改个名字好了。在我箱子的右下角，我不知道哪个箱子，自己找一下。好的，翻箱倒柜，哎、欸，石头。哦，我拿这个就好了。气死袋，稿子，嗯。啊，对耶，忘记了。石岛，哎、欸，对，这我没解到吗？嗯、僵尸医生，对，那头还在用一只出来。对呀、啊，非是铁镐，你可以狠狠的让它变成僵尸。有了，还有铁镐吗？我是有一个在身上、啊 我很，我是一个在身上，对，我室友一个在身上，嗯、你室友在身上，我室友他。有一个在身上，可以见一下你的室友吗？好，我丢给你了，你不要摧残他，你要好好对待他。好，你要把他的精神传承下去。好，有人需要团团的室友吗？社会团团的室友讲出这种事，那，请问是月雨月还是哈江呢？嗯。你们自己选啊、嗯！这句话听起来就在招亲，你知道吗？啊，招亲，任君选择啊！当然是选月将喽。他是雨月啦，然后雨月他是雨月，然后你是哈将，不一样。选雨月，当然选雨月很愉悦哦。对，雨月是怎样？不是选雨月，他就可以给你魔法，给你魔法。好棒！热门景点哦，地狱跑一跑就好了、哦。地狱跑一跑就可以了。哦，地狱有一条线已经可以跑完了。对，那你就直直来回走来走去就完了。哎、欸，到底都是谁在做这个东西啊？怎么都那么厉害啊？做什么东西？因为我记得轻松高效的时候，也是有人挖一条线，然后走完就结束。没有啊，那是刚好路过了，没有特别去。哦，所以你们不是刻意挖的哦。因为它地狱的话都四个而已，就只有四个生态域啊，很少啊。刚刚好就是刚好路过就都要解完了。哦，我以为你们大家谁那么有心，每次去开心世界都去挖一条路之类的。没有啦，我啦。哦，来不及了。哎，王界的路在哪？那是我挖的没错啦，只是没有刻意的。门禁之后，往后面那个二乘二的门，还是二乘三的，就是峭壁上面的门，直直走就好。我把那个黑钥匙放在外面的那个箱子，就是一开始机旁边那个，你们人好呢？去哪？哦，很好，去哪喽？你那隔墙有眼吗？嗯，我等一下，我来了，耶、yeah, ，我有眼了，哎、欸，有眼了，耶，我要结束了。我要去看一下，结束了，真的、啊，我要结束了。啊，不对啊，我太晚了，晚了一步。阿西，你要什么？你要干我？你要干我什么东西？阿西啊啊，他刚刚没有，我是说回家啦。哦，说什么嘞？他来这边要干嘛？我满足他啦。好，这里好满足哦。好像怪怪的。心里过得蛮，今天大家都怪怪，好可怕、啊！嗨，你今天过得好吗？嗨，哎呦，我今天没有过得很好，是不是？冰淇淋是不是可以摸一下？火龙，那龙骑啊，头上的龙骑是可以摸一下，拿那个降火器。我记得那个有啊，那个谁有？上次不是捞很开心吗？
忘记是谁了，你可以试。我记得有水桶可以吗？水桶不行啦，行不行？它要瓶子。他龙席规定不能装那么大盆啊，对，他教我们不可以当大妈啦，对，不可以当那种贪小便宜的大妈，一次捞一坨。那是教你吧？哎哎、欸欸，我没有这样做过、哦。我不是指做不做这些事，想不想？指的是什么呢？我指的是你要不要回想一下你在那个 Human for Free 的没有没有，那是不一样的各种行径，那是不一样。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只是我在揣摩，你知道吗？就是揣摩那个东西给你看，跟你们说不可以这样子。哦，是有教育意义的，好不好？哦，是有意义的哦。对，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你看，确实大家都不会这样做了，很棒吧？怎么知道？确实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东西？因为芳芳，你就只跟我们玩过一次 human 吧，我没记错的话，还是两次？好像是哎、欸，一次的样子。一次，你好像只有一次而已，所以你还没有办法体验到大妈型。嗯，欸、大家排队哦，排队哦，排队哦。这样子，直接挤过去，好酷啊！一轮还没结束，团团先玩了四次了。谁管你啊？我先排，我先排那个，不是大先赢吗？哦，管你啊，管你啊！为什么跑完没有热门景点啊？对啊，为什么你跑完？那你要往里面跑，我还要往另一个方向跑啊。哦，你不是往中介跑而已哦。嗯。啊，我知道中介怎么了，我听不懂。就是中介后，应该说不是中介需要一个转弯吗？哦，对，那个转弯你就直接往前冲。好了，再见了，后面还有路。他绕下低来了，我要先走了。你跑太快了，绕下低。啊，我不太没有看到你砍的那一下，我就先跑了。我想说回家了啊，还在这边干嘛？啊，去热门景点。深入一点，烫死我不知道什么，我先讲一下我现在发生的事情，嗯，就我不知道退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进攻啊，就是被大队机器人进攻，嗯，没有啊 ，YouTube 还比较多，不知道哎，你说 Raid 吗？就是有一些国外实况组会 Raid， 不是，这看起来不像 Raid， 我不知道，我被一大堆的，一大堆人追随，但是。就是他进来就是打一些比较政治性的话题，然后我就目前是我就直接收起来，就是把那个聊天室说要追随30分钟才可以打字，嗯，然后、哦、我就直接回一个鸡油好难喝，啊，什么意思？什么？在偷笑人哦！鸡油好难喝，鸡油好难喝。什么？好像在看什么的，看到，可是那什么也不还不知道什么。哦，在这里啊！哎，我旁边怎么插一支箭出来吓死我？之前就比较常遇到就是那个啦，YouTube 会有那个拉布拉在哪里？哦，还有。不是、啊，他们现在打不了字了。我用那个限制讲话。你看我聊天室，我贴 general。说什么 love love 啊？没有啊 ，YouTube 那边会有那个啊，机器人来洗，说什么哦，点我的频道，要那个开心的男生女生聊天室。哦、对呀、啊，然后呢，就送一大堆奇怪的 emoji。emoji， 哎，我没有热门景点，我也没有哎、欸。为什么杰、克你有？来回，嗯，你们走进去还是没有吗？我们走到底了。欸、可是刚刚我有、欸，影院有啊。对啊，我就是靠影院有传过来，可是我也没有。哇，我是还要走我们另外一边的路啊、嗯哦！我要走回去啦，他要我们往回头看，哦、不可以只走一边。哦，这边也要呢。哇，我们的校长活动意义重大呢。哦好棒哦！对啊，让你们认识地图，认识环境。我在想，我要不要这么坏、欸？问一下中介满是、哎、不行中介满是能坐矿车吗？可以。为什么可以不坐？让他坐不上去啊？你有没有放了？你要把铁轨敲掉？哦，你死了！完了！你有没有先命名？不是，我还没命名，我再重弄一只就好了。哦，哎、欸，其实我要跟你说的是，你用这种方法效率很低哦。
哎、欸，你这是很大损哎、欸！你的那你压你压字没有压干净。骂人语语。想说先用一个简单的，之后做到这个复杂的该。没有哎、欸，杰克没有哎、欸，你这样子没有问题。不然你这个方向，然后那这里到这里到这里，然后到这边往哪里？其实我不知道，应该这里吧？应该哦，原来是这里哦。可是那边我走过了也没有哎、欸，你两边可能都要走一下，要再更往前、哦，反正全部都绕一圈就对了啦。哦，妖术哦，这是什么鬼地方？哎呦，你是摔到了？我没有摔到了，要出来了吧？没有，有了！哎、欸、，TP 哦，这里为什么这里 ？TP 啊，为什么你有？别问 TP 就对了。那、啊、里正好一小块，这里啊，有这里啊，啊，安三年地形有了，有了，有了，哎呦，哎呦，好多人啊！哎、欸，下去了，下去了，谁有人下去了？耶嘿！有人下去了。干什么？哎，不是我，这不是我。有人在杀人。有人在搞，搞。有人在搞啊！好坏哟、哦！是吧？好坏哟、哦！不是，拿火把的好坏哦！好坏哟、哦！我刚刚想说，哎、欸，你看西哈基在下面呢，结果你就 TP 我，就拍下去了哈。没有力，我是没有晃到什麼。你往这边走，你往这边走。Hello， 往回走。哎嗨嗨，这里往回走。你好吗？今天过得好吗？不好。所以就是要杀这个。有吧有吧。哎呦，我有看到我。嘘。然后他记得等下直走后右转，又回到原本的门了。对，你听我解释。安德，我晕，好难有，好难有，来呀、啊，来、啊！哎、欸，小雨，你还没有吗？哎，有，我解了。啊，你在干嘛？我在混乱中穿到里面，头盖在我头，我找到了。你有影吗？金光闪闪，啊不不，金光闪闪了，不。哦，安德，你哪里细卡掉？来来，要分心完了。我在金光闪闪前面砍了一堆猪猪。你要画的虾米？你要给猪人拿一个那个金锭，黄金哦，对，拿金锭跟他交换。哦，那你在这边等我，你不要死，等我一下。对啊，没事没事，他们面对我没有仇恨。你在家、啊？哦，这有地狱门呢、欸，应该是别人做的吧？哦，没有，这是回去的那边。那哈基拿斧头就怕他的。啊，我回家了，危险哦！啊，可恶，你回来了。啊，大家都从地狱回来，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大家都住在哪里好了。哦、你说地狱吗？没有错，接住在地狱。对，我来看一下这个表单啊。那反正这次就没有对内对外，那我就直接开始公布了。好啊，你就直接讲啊。好啊，这次的那个问卷调查呢？等一下。这次问卷调查的题目呢是谁最地狱？然后，内文，我的内文怎么说起来了呢？完了，你没有内文，哎嘿，嗯哼哼，马上处理啊！啊，怎么人偷打我？那个朱布林。哦，对，等一下啊，这次主要是要问大家，就是大家觉得我们这里面谁最地狱？谁看到地狱梗会先笑出来？然后谁会住在地狱的最底层？这是这次问卷的内容、那我们住在地表的呢完全不意外的结果没错就是雨月啦没有其他人啦对没有其他人的好不好没有其他人、因为有对就是有就问卷里面有附就是你选他在地表的原因就直接就有人就写说雨月不在地表谁还会在地表可以考虑一下我啊你等一下等一下才能到你还没到你的时候等一下听一下就知道对到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哪里有人还直接写理由说雨月不在地表在天国啦哇到天国去啦太高了然后有一个的我一定要念一下虽然我看没有很懂
他把你放在地表的理由，他写月至清至柔，于深邃黑夜中给予万物朦胧明亮之光。什么东西？也湿了是不是？对，也湿。好文绉绉啊！我的天哪、啊！没错。欸、然后允月就是我们所有人之中完全没有人把它放在16跟18层，哇塞，允月的票数非常的集中，他刚刚在欸、我记得全部是欸、全部是票，看一下，就是填问卷的总计是255票，允月在地表的就获得了213票、哦、哇哦太多了吧你的票数是我们里面所有人最集中的，好猛欸，大部分人都是稍微对，大部分人都是稍微有点分散，就你的最集中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已经下地狱的阶段了、喔、再来就是我们的地狱第一层阶段了，对，我们直接地狱第一层，对，没错，下第一层了，对对，我们离地表最近的人呢是杰克，为什么？好、啊，居然吗？假的，为什么？什么？你凭什么？我是我写的那一面吧，有啦有啦，大家都这么想下地狱是不是啦？为什么？在大家很困惑的其中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更就是更奇妙的事情，在这个中间。好啊，虽然杰克是我们之中离地表最近的人呢，但是255票里面没有一个人把杰克放在地表。这是混乱邪恶的那一种。重点哦，重点是我们说就是整个票数里面，我们所有人大概都就是即使少量，大概也会有2票到3票，就是把我们放在地表。杰克，哇，你地表是唯一一个你，哇塞，还是一定会住进去。但是对啦，住的比较上面一点啊，真的假的？楼层住比较高一点。我还有人把我放地表，太狠了、啊！哇塞，太神了、啊！有，发发看得起我了。发发地表获得的票数是第二多的，意外。哈？哈？但是很不懂、欸。没，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惊呼，因为也只不过只有20票而已。好嘛，那你说第一名几票嘛？这个我们等一下一一再带到，不急，没问题。好的，好期待啊、哦！对，看来就是回到杰克嘛，杰克这个部分呢，虽然他获得称号有暴民、混乱、邪恶的国王，但是你也只有在地狱的第一层而已。好、哦，还是人间界的国王。你是人间界的国王。好，那再来要再往下一点呢，来到了地狱第四层的部分呢。地狱第四层的呢，蛮意外的，居然是我。好，应该没有啦，应该就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而且其实老实说，说真的啦，其实我自己很少讲地狱梗，只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很少讲。然后其实留言那个放在地表的原因也很，就是有几票是说我不太会讲地狱梗，但是。我自己要辩解一下，我不讲地狱梗，只是因为我记不住而已。好，我脑袋记不住，记忆力不好啦。没错，记忆力不好而已啦。哎、欸，只是记忆力不好， okay. 我记不住地狱梗，我通常就是看完忙就忘了，不会拿出来讲。但是如果有人提起来的话，我应该会想得起来了。嘿，好的，好，那我们就再往下一点哦，再来第七层。我们的地狱第七层呢是熊猫团团，哈、啊，第七哦，为什么？你说不够深是不是？我先问你一下好了，请问你是没办法接受地狱梗的人吗？我哎、欸，我其实没有到厌恶，但是我也是跟你一样，就凭我不会讲，但是不会讲的原因。有大概80%是真的很不记得了，然后有20%会是觉得说啊，就当下看到啊懂了，偷笑一下，这样就好了。好坏哟、哦，笑一下。对，就是啊，看到啊，OK， 好，就这样，但是不会特意去讲这样。哦，因为其实有蛮多人有就是觉得团长好像是不是不能接受，就是抱持着疑问的态度。哦，疑惑的状况。对。
但是也有人是说团团感觉看到第一个人就会直接笑出来、啊、不用想。哎、欸，不过其实团团会获得就是大家提名，就是整体排在这个位置，很多的意见是觉得因为团团太会恶作剧了。哈。就是理由的部分都是因为啊，不是不是不是哈基吗？哎、欸，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看。团团就获得蛮多的理由，是因为就是会恶作剧下地狱。原来是恶作剧下地狱。对对，不是地狱梗的部分，是恶作剧的部分。好的，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地狱第十层。住在中间的人居然是小雨，哦，好了，也可以了，也可以啦，也可以。你说好会下地狱哦，还行啦，普通，可接受。小雨应该是因为在各个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小雨的票数是我们里面的人最分散的。哦、就是你说就每一个人认定我的都是在很遥远的层数这样子，就是对，你就是平均从第一层到第八层，至少每一层都超过20票，通通都有，对，你就是一个超平均，中立，超级平均值，对，可是就是获选。或就是有人把你摆在最底下的原因，你有说只要有地狱梗话题，小雨绝对是聊最开心的人。有真的有吗？我是参与型，欸、可是不会主动发起。嗯，哇，我觉得还好哎、欸。对啊。然后、啊、有人说装腔的往往是最恐怖的。啊！你要知道在讲什么才能装腔啊。然后刚刚这个再来这个的意见应该是跟刚刚允月是同一个，我就再念一次，我觉得这个大家自己解读了。他的意见是：风自毒自阳，奉献有受杀敌，只为填满地狱送给女王。好无言人哦。这个就大家自己去解读，我就不多做解释。啊，我觉得还更加飘出一点点有点中二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了，再来剩下三个人，再来第十三层。来，大家猜猜看是谁，还有谁没有上榜。哈基。嗯，我想一下，现在是剩下哈记发发跟谁啊？哈记发发，安心。那我觉得，应该是繁星我觉得是发发哎、欸。为什么、啊？可是我觉得发发住更下面一点、欸。你住更下面吗？我也觉得哎、欸。他们要懂发发才知道。你看啊，对啊，可是要你看小雨都住这么高了，要看观众。谢喽。哎、欸。那我觉得繁星比较高哎、欸，没事，来第十三层就是发发啦，天哪！哎，这个部分真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有蛮，就是一部分的票应该是就是刚从 YouTube 这边接触发发的，对，比较没有那么了解，就是他把发发放在表层的理由有，不太开糟糕的玩笑，很单纯，然后放在底层必须在地表。我觉得这个做了什么吧，可能必须，对，必须要推荐他去看一下方方在地表的表现好。那个这边获得的意见哈，放在地狱十八层的就有说哈，方方在紫色学校的地狱梗超多的啦。对，没错，听到地狱他就会笑了，好不好？然后说方方是选那个过人之中最没办法忍住地狱梗的。所以选那个地狱的通常都是有看台的，然后选那个天堂都是在 YouTube 看影片的比较多。你会有两个那个什么机关是不是 YouTube 模式机关式，还是你有两个 YouTube 会切换另外一个
这也太累了吧！我也觉得好累哦，我的天哪！好了、哦，可是这样子，你没关系，没关系，你先。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难怪大家会把我选在地表，那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会有地表这个选项？太抬举我了吧！好了，再来第十六层，离十八层只差一点。我们魔王的左右手就是我们的西瓜巨王哈基。西瓜巨王，哎呦，西瓜巨王，他没开麦，哈基不见了。西瓜巨王，他已经藏好了，他藏好了。如果老实讲，其实我以地狱梗来说，我是很讨厌地狱梗的耶。可是你叫很大声、嗯，这个，嗯，可是不是，你要挖吗？其实你要挖吗？观众对你的看法、啊，没，对啦。然后、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地狱这个东西呢，大家就是包含的范围比较广，所以它既包含的范围呢，主要跟熊猫团团一样，是偏恶作剧的部分。哦，就是可以想出各种离奇的点子来恶搞大家，好吧？然后还有哈基车王开车都开到灵车去了，还不够地狱吗？开到灵车去，我最近今年就很收敛很多呢。嗯，这个、就是，哎，可是这是观众啦，这是观众觉得啦。那我们要看一下半小时前您说的是什么？半小时前，那个人不是说快射我，快射我，快射我，不是弓箭啊，那没有错啊，弓箭射我的没错啊。这个就给大家自己判断了，怪怪的，欸、你的语气啊。然后还有一个人的意见，我觉得超好笑，就是说阿基应该会分享地狱梗给耶稣，然后一起电梯下地狱吧。电梯下地狱，电梯下地狱，为什么？什么？我觉得很有趣。啊，那我们。地狱的十八层大魔王就是繁星啦。好啊，收到了意见啊。繁星，他说繁星不只会主动说地狱梗，还会在别人说了一个地狱梗之后提出更地狱的补充，甚至在目前上面再加另外一个地狱梗，追加，没有错。然后也有观众说，他有 99.99% 的地狱梗都是从繁星那边知道的。太狠了！哎，老实说，我也是，我很多都是你讲了我才知道，你知道吗？你先不用辩解好不好？因为观众直接附上了三个 VOD， 来，第一个 VOD 就是虾子过敏的部分。我讲的什么？不知道某次。虾子过敏，就是某一次轻松轻松生存的时候，在聊到在泰国的酱很多都有虾子，那哦有虾子过敏的人是不是就很尴尬？然后繁星就直接说出生就死掉了、啊，好酷哦！天哪，啊、不是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他就已经过敏死掉了、啊。很还好、欸，没事，这只是其中一个，好不好？然后还有之前在轻松搞笑的时候，话题发展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的阿公咸酥鸡，哇，还有多少？哦，对，那个也是莫名其妙，想起来了，什么阿公咸？完了，阿公咸酥鸡，没错，好像只是有一次聊，在聊天说，还好像是。好像是分享故事哦，还是什么？就是说那个捡骨的时候拿那个铁盆，然后就有小孩子在旁边说：“我不要吃阿公那个。”哦，有，你这样讲我就有点印象。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捡骨的故事。然後对，然后小雨就是旁边搭枪最重的那个，就是你有 VOD， 有 VOD， 有 VOD 存在的 VOD， 是不是？去看我的 VOD， 去看 VOD 了。晚点去补，忘记了。然后总共还有第三个啦，就是他们观众就是在问那个意见那边直接提的。第三个就是繁星在建筑大赛的时候盖的。你说那个啊、哦？你说那个嘛？哦，没有错啊，没有电脑也可以完成、啊。那是巧克力出的，我去盖的啦、哦，不是我啦。对，但是没有，但是你盖的实在是太精辟了，盖的栩栩如生啊，栩栩如生。
太危险，好惨啊！啊，这就是我们这次地狱各个层数的楼层。哦，我再讲一次哦，来，地表是影月，第一层是杰克，然后第四层是我，第七层是团团，第十层是小雨，十三层是发发。16层是哈吉，18层是繁星。OK。哦。你知道我原本以为我会被观众再排得更下面一点。所以那时候我听到我在上面我就哎、欸、居然。意外。我们都是属于不主动分享型。哦对啦确实。对。真假的。我刚刚没敷，没在敷衍，你给我敷衍啊，杰哥！敷衍啊，确实敷衍哦，你在敷衍，敷衍，你在敷衍，百金九九五啊，敷衍，怎么了？我把那个不好，上不了车啊，我想上车，来来来，司机来了，司机来了，司机来了啊！你没有放铁轨啊？我放了、啊，可是来、啊，我来了。哎，这边呢？啊，这边也有放啊，欸、吧，有吧？够用，好啦。哦，哦，你好会上车哦，司机，是不是？你好，车长呢？厉害吧？一来就上车、哦，一次就上，我死了三四次。我想说你还 OK 吗？没有，你刚好一直被电弄死。那、嗯、还要把它挤出来哦呀？嗯，好，没有把它挤出来。你要小心哦，他们走得过来哦。哎呦，就，这现在是要把这边拆开吗？哎，你要先盖个屋顶，让安德顺不上，哎，顺上来也打不到他。我把那个地狱的那个表单，就是整理出来的表单，不是，他不是整理出来的、啊，就是全部的那个。哦，你说那个问卷可以通整好这样。对对对对，都放在那个 DC，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一剪人直接贴繁星影片的链接，我真的笑死。证据就在这里，对，证据都在这里。哦，那真的很恐怖，讲过的话什么全部 VOD 有存证。没错。我有时候我在后置自己讲出来的干话，所以是在叫第二次啊。再笑一次，好狠哦！对，我嘴巴可以这么贱啊！哦，可是有时很好笑哎、欸。嗯，真白痴！我看那个阿公咸酥鸡，我也笑超久。我看到观众讲一个超好笑，他说：“我们该不会下一季是大家都要到地狱生 存，然后只有音乐可以再主世界？”你要什么物资？我从主世界运给你。对 对，主世界的送过去。给你，好想吃烤马铃薯哦。他从那个地狱门丢，然后我们要去地狱门捡。然后，而且我还不能踏过去哦，一踏过去就会受伤，有吗？对对对，我会死掉。我们不能来到主世界，这里太光明了。这样音乐也太累了，他要养多少人呢？还在一直疯狂运输物资。我就会说你们要钻石吗？我拿那个玉髓来跟我换。哇，玉髓、哦！哇，太狠了！那地狱就只能挖得到玉髓啊，那我挖不到就只能跟你们换嘛。那我拿钻石跟你们换吧。那你要先给我们钻石才能挖玉髓。哇！啊！等我烧到我家了，吓死我了！啊，什么东西？我拿打火机右键，然后我家就烧了。你为什么拿打火机右键？危险鼠了！你不要那么气啊，地表而已啊，接近地表而已。哎呦！哎呦！我吓死了，住不够远而已，没事啊。对啊。下一次的问卷是什么题目呢？还没想到问卷呢，爱丽丝还没想到，还没想，再让他想一下，再想一会儿。我想到我今天有一件超级让人，就是小雨上次不是有说那个就是外送那个，然后。
然后那个送货过来的是就是蚕菜雷嘛，然后我今天也是、哦、我今天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冷一点，然后想说叫一个麻油鸡来吃、嗯、然后就、嗯、结果送来的时候我一下去拿那个汤全部都洒出来了。 哦， 哦，你是剩一半而已还是剩三分之一啊？感觉超恐怖的。没有，全部的汤都哦全没哦。哇，太过分了吧。哇，然后我就因为我是叫我跟我爸的就是麻油就是面线这样子，然后我就把那个汤倒进我那碗里面，然后我再走出去跟我爸说，哎、欸、爸，这汤听就闻起来蛮香的，你要不要再一点，然后我就把那些汤又倒进去我爸的碗。你直接倒给你爸喝哦。我也你好夸张哦。Oh, 我有倒给我自己啦、oh, 我想不要那么浪费啊。你好孝顺。孝顺。你好孝顺。你有用那你有去就是评那个外送员就是那个吗？有。他把你直接这样的一个。可是其实我觉得要看一下他的包装、欸、搞不好其实是店家包装没包好。对，因为它是怎么绑起来的，它也要抢、啊。绑、欸、起来的不一定哦、喔，因为我上一次他那一次好像是跟哈记叫肉圆，然后我点了一个贡丸汤、嗯，来的时候我的剩两颗贡丸在碗里面、嗯，然后看一下包装。贡丸啊，然后汤都在袋子里面。放到袋子里面，然后拿起来之后才看到那个底下那个包装是已经破掉的哦，他的贡丸的那个碗包装是破掉的。哦，不是、欸，我是那个、哦、那个盒就是盖子是被压过的痕迹，就是很明显是撞压、哦就是、有点问题。对，嗯、然后我就这样算了，还是去检举一下。哎、欸，不过那家好好吃哦，我还是把汤全部喝完了。虽然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不还是喝完了，不浪费食物。不错，不错，不错。哎、啊，我之前遇到的是那个哎、欸，饮料，啊、饮料直接生气，饮料直接剩三分之一，哇，全部都跨年那天是不是也是啊？跨年那天也有，对，我们那时候也有，然后有一杯破掉了。对，然后我那天我哎、欸、我讲的那个饮料洒出来就算了，它是那种就是奶茶，然后它的奶茶洒在袋子里，然后呢，它袋子里刚好也一起装的三明治。哎呦，所以我的三明治瞬间变成了奶茶三明治，好棒！哦，我上次是买那个咖啡，然后还有一个bagel，然后就那个咖啡也洒出来了，然后我就放到那个厨房，然后那时候因为是早上，然后我妈妈也在弄东西，然后就我妈就把那个袋子跟那个东西都帮我整理好了，然后我要原本要去拍照就来不及拍，真没有剪辑到。他说算了，然后对啊，你只是想说，好了，他给我们吃有口味的那个有口味的贝果面包，然后你们不是在讲那个吗？就是Foodpanda那些吗？嗯，然后就我这几天就发生一些事，就是还蛮、嗯、我觉得还蛮赚的，是好的，然后就是他们说什么什么生鲜杂货，就是在超商买东西。嗯，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间是半夜凌晨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东西没有嘛，然后我就想说，好想吃那个东西哦，然后我就是原本从A 家买，哦 A 家没有，算了没关系，我们去 B 家买，啊 B 家也没有、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赚了很多钱，就因为一直退费，也不算退费，就是 Foodpanda 它不是有时候会出那种折价券。可能就是低消至少要399以上，然后再给你折150。嗯嗯嗯，然后我就是那些东西因为无法送过来嘛，所以就是那个钱扣掉了。所以我可能买了400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只花了实际上我只花了100块，然后还又折了150之类的。哦哦，因为东西没有的关系，所以东西没有到，所以我就是用更低的价格去用到了这张折价券。哦，好酷哦，好赚哦，折烂爽，赚赚啊！可是当下东西没了，还是等阿长吧，就 QQ 啦，没得。哎、欸，其实我在想说，
如果有人会利用这点的话，就知道这东西没有了。但是我就是把它点到满，点到那个店家的问题啊。那对啊，那个就变成是，其实店家会蛮麻烦的，因为其实以店家端来说，要去取消那个东西的话，我记得就要按蛮多东西啦，我记得蛮麻烦的，所以通常不太会，就能不要发生这种事，能不要发生。对，我就是一个很快的念头。那假如我就先把它，就是把那个不会送到的东西，然后按到了那个消费上去，你会下地狱哦！你会下地狱。我跟你讲，没有，你就会有一天，他就会全部送来。没错，你就拿了99个三明治，啊，就全部送给你，好，没问题。对，像麦当劳一样啊。假设你今天就只剩一杯的量，但你卖了两杯，你最后一杯会说啊，不好意思，卖完了。然后假设你一次来个二三十杯，走，再弄一桶，马上弄。哦，因为大单还不出，对不对？赚烂，有道理耶，有道理耶，对吧？像之前就是那个大单的鸡，好像那个时候是80份麦香鸡哦。哦，后来直接说炸炸炸，全部炸起来，炸起来。八十份你开玩笑哦？对，我要80份麦香鸡耶，吃大单耶。完了，我进地狱又进了一层。我下一个，没有你有感觉，你可以走了更多了，没事。对啊，楼梯还很多啦，真的。还很长，很多层，慢慢来。还很长，楼梯还很长，慢慢来。慢慢走，慢慢走。还很深啊，可以慢慢下来。慢慢下来。有啦，其实刚刚讲到外送这个啊，其实聊天是有聊到说，就是他们的意思是说，就是其实外送也很辛苦嘛。那确实这件事情是真的，可是。有些，可是有时候遇到了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乱乱来的，那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有点。我觉得你东西倒出来没关系啊，可是你打电话的时候讲一声就没差。对对对对，就是态度上啦，我觉得态度上很重要啦。对，就是你可以跟我告知说，哦，不好意思，那个我送的时候可能那个东西餐点不小心翻出来什么，我都觉得没关系。可是你不要东西放了然后绕跑。就是什么都没说，那个态度其实差很多，那就态度很差，就是。对啊，因为毕竟虽然他们在外面很辛苦，没错，可是毕竟来讲，这个终究来说是他们的工作。对啊，服务业啊，哎呀，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彼此态度都对对方很尊重、很尊敬、很感谢，其实就好，这样我觉得就很好了的。他怎么跑了？对啊，他还打他自己放得过来。啊、好笨哦！那个是他技能，他会吸血，他打一直就吸血。你居然说他很笨啊！好，他其实很勇，他无情开心耶！哎、欸，躲！我以为怎么样？抱歉，打断了。Everybody！对啊，不过其实之前遇到现在的经验啊，就是我好像还没有遇过弄翻，然后还会打电话跟就告知一下的，都没，我从来都没遇过、啊。我也有遇过一次，我有一次，真的假的？我他就很礼貌的说，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弄翻弄倒了。我遇过那种真的超抱歉，他就是。就说啊，不好意思，我那个东西不然洒出来啊，那需要我帮你回去换吗？或者我说没关系，你就放着就好了，没关系。就他真的，我觉得应该是被客诉过，你知道，超害怕那种。因为大多遇到大部分都是直接连电话都不打就到就跑了，放了就跑啊。啊，真的，我都会那个、欸，都会打电话。啊，没有，就会打电话的东西都很正常。哦，就是遇到有几个。我是遇过他，就是在那个，因为服务员打他那个是用讯息的，然后他就有、就是打很长，又很认真打，不好意思，那个他有饮料有一点洒出来，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就是对，就是很客气，然后就我看的时候就洒那么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我就说他们就是一定被客诉过啊，一定是有。那这样子你们还会客诉他吗？不会啊，不会。不会，我只要他有跟我讲，我就他态度好的话，我基本上都没关系。对啊，因为总是会不小心弄出来。你自己去买，你买回来骑车买回来都会不小心弄出來，一定也会啊，爬到一两滴。对啊，
呀，这个就是 Kimoji 的感觉。对啊，对。哎、欸，我是整个汤出来，可是他是有打电话给我，只是就是我那时候没接到，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我讲。哦，那这样子就可能没办法了。对不起，我打扰你。没有啊，就像阿旺说，他也可以用传讯息的讲啊。对啊，就对啊，态度问题。对啊。哦，然后聊一个是店家的例子啊，突然想到，呵呵就是我因为在那个时候咖啡厅还没关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就有做 Uber Eats 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刚好疫情，所以外送就很多，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人有点了一个外送，然后那个外送员就好，就也我们也都有包好，然后该做防护都有做，然后呢做完之后他就外送员来了就拎给他一个纸袋这样。然后呢，就拎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后来呢，过了大概五分钟哦，突然间靠那外送员又回来了。然后呢，就问他说，怎么了？然后呢，他就说，哎，那个不好意思，那个餐点我自己把它打翻了。那完了，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话，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再做一份？然后呢，那个钱就我出这样子。然后我再去送给那个客人这样子。然后好死不死，刚好那一份他点的是最后一份，被他打翻了。哇哦！所以你还是得跟那个客人说。哦，他原本想说，然后就变成是，然后又想说假装，对，原本想要假装没事，就是把自己要吸收掉的。对，就没办法，所以我们那时候后来就还是打电话给那个客人，然后呢，那个就有跟他讲那个情形，然后后来那客人也说就没关系，就改一个东西这样。然后后来，所以呢，就变成是就改了一个东西，然后就请外送员来送去这样。对啊，会送。对啊，这一像这个的客人奖励。对，然后再来就是还这一个外送员就，我就觉得他这个的很有心，这个的就真的很对，只能说他很用心，就是对，甚至还要花自己的钱，我的天！哦，我的天哪！但是印象深刻就这一个就没了。剩下的就是很冷酷，拿着嘿就直接走，拿着走。然后也是有遇到说那个送到的时候啊，那个咖啡杯里面的咖啡全都洒出来啊，是有遇到过。哦、然后有被投诉。那种很鸡巴的是，你知道把饮料就是放门口吗？就是我们之前在住那个没有管理室的时候，他直接放上到五楼放门口，他真的是放在门口门的旁边，门一打开直接撞翻。哈这真的很不爽哎、欸，超白目哎、欸，这真的很白目哎、欸，撞开，气死、欸！我的天哪、啊，他都没有考虑门打开会发生什么事、欸。没有，他的很听话，放在门边，放在门边，放在门口，他什么都没有想。他可能想说啊，不会打翻吗？就是门边救命哎！哇，哎，这个就跟之前有一个，他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写备注说放在那个门前面的绿色箱子上面，然后他放在门口的那个垃圾回收的那个车子绿色箱面。他在前面绿色箱子是放一个那种邮局用的那种纸箱，他放在那个大门正前面一小小格这样子。他说：“绿色箱子就放在那个子母车正装盖子上面。”他放在那个子母车上面，他们可能就超生气上了新闻。不是，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他有错，他并没有讲清楚。他没有讲，他对，因为子母车也是绿色的。对呀、啊，没有，他自己放的小纸箱太小。可是我如果是客人，我看到会直接笑出来，就是我应该也会直接笑出来。对啊，我觉得很好笑。啊，对，还要补充一下，他自己讲的那个前提是我们有在外面真就有特意放一个桌子让他们放。啊，对，特意放，对，放然后就放小桌子在那边，然后他还放有地板上那样子，我觉得很好笑。哦，天哪！哎呀，好强！偷外卖这个还真的没遇过啦，好像台湾算很少见，然后国外更多的是那种包裹会被拿走。对啊，哦，有，这个、因为他们都是放门口。对、啊，你知道我之前做那个麦当劳外送的时候，有过就是我另一个外送员朋友是偷吃人家薯条，
我薯条本来就很少了，还要被偷吃，好难过、哦。就是我们装袋装好，我们会那个拿那个黑色大箱子在机车上嘛，因为有时候可能是直接拿到店里面装， oh. 有时候可能比较忙的时候就直接换袋子，换袋子，然后再出去、oh. 马上出去。然后我就是换袋子的时候，隔壁就看到另一个就是偷偷从那个箱子里面拿伸一只手进去，拿一根薯条出来放自己嘴巴。傻眼！啊，我看到超傻眼、哦！怎么可以这样？讲到后来，现在应该不太行了。现在不是都会贴贴纸吗？贴那个胶带，对，就是那个贴纸贴起来。对。可是好扯哦！就是看到这哦，就觉得说去讲这个好像又不知道，好像不太好。你就后来也没讲，讲出来。这个我跟你讲，这种就是爬到如果有直接在那边做，爬到位置比他高就可以电爆他。哦，电爆！我他当初还敢吃一根薯条啊，我现在让你砸十倍薯条出来。砸十倍薯条，砸十根，才十根。你又多，他其实就十根。我又讲起来很有魄力，实质上超没用。听起来很多都好像还好啊，那就好好哦。哦、oh, okay. ，OK， 好的，我来。昨天叫麦当劳，他才送错餐点，然后送什么？就是摆出下，就是他餐点送错，他送到别人的，然后就是那个店员就直接说啊，那个餐点就可以先拿去吃，没有关系，他已经送错，他在另外，他们也不可能拿去送再送一次，对、嗯、然后。但是白猪跟他说你把他拿走了，因为白猪说太多了，可以留着留到明天再吃。他好像也是就是三四人份的那种，就超多，根本就吃不完哦。对，然后他后来就是补送我们的餐点来，但是送来的时候也是还是少餐点。啊，然后就好少一份薯条吧， oh. 然后白猪就打电话过去跟他讲，然后他就再送了一份大薯加一份炸鸡过来。哇，你们赚的好，但应该有两餐了吧？我觉得以上我就不知道。可是我有遇过类似的，就麦当劳的他们的好像就比较那个，就是只要一有少，你只要打电话跟他们反映，他们就一定要再补送，所以他们也身不由己。嗯，多的放冰箱。我做的时候基本上那么多都是多付一份四块鸡块，说啊不好意思赔礼给你们这样子。对对对对，嗯，多一个这样。所以就有一次送有一家就是那个常在订麦当劳的，但他每很长很长，就是不知道这么凑巧，就是送到他那家的都会少餐点，还是就是他都会就是每次都刻意的故意的还是怎么样？就之前那家店又比较偏，那个那家比较偏远。所以那时候每次刚好就是我送到那边的时候去， oh. 然后说他现场会拍照拍下来，啊东西都到了给他，后来就打电话过来说，哎、欸、你们薯条就只有一半哦，我说哈薯条餐点对，那你还跟我说只有一半，好我们后来再多送一份薯条过去，还再多四块鸡块给他，他就很开心的，哎、欸、谢谢你，很开心，然后那个脸超就是很像就是这种。摊丢的那种感觉，我跟你讲，很像什么？很像在好事多看到那个洋葱村前面的那些大妈的脸，是不是？洋葱大妈，洋葱大妈，酸黄瓜大妈，不知道装这么多回去吃得完吗？会吹大到哎、欸。啊！你们那家店后来有抓出说他真的怪怪吗？还是没有？没有啊，这种东西不太会去抓吧？抓啊，不太会去抓的东西，抓了因为这种就是伤名誉，对啊，对啊，就是会有人去就是钻这种贪这种贪小便宜，对对，是怎么讲？他可能也是看上这麦当劳，就是觉得好欺负吧，就不敢去抓这种的伤名誉什么的。哦，这是不会去抓这种，就是对你们、对那种大企业来说，你要去讲他那个不太对或什么更不好，没错，对呀、啊，大成功哎！我今天有两个人修补大成功了，欸、不对哎、欸，我上礼拜穿了4次，每一次成功，啊现在给我在那边修补二，修补二会比更快吗？不会，对啊，会吧？傻眼呢、欸。我也不会，这会吗？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没有，好扯哦。那只是数字上好看而已，看起来比较是那个受伤那个啦，回经验的啦，记错了哦。
好啦，阿汪不难过，你现在去冲，说不定就会过啦。对，我现在还没有32颗、喔，我可以借你啦。我可以借你啦，你要不要？不要，没关系啦，我不要，没事啦，我不要。我跟你讲，有时候冲就是要一时，你知道吗？现在运刚好正来，你知道吗？没有机会就是现在而已。对，有机会就把握机会。嗯，对啊，有机会就把握机会。那你们还不把握？你们快冲啊！不是啊，我现在不需要啊，我已经有一个需要了，超重要的。不用。你们什么时候会开放御水的那个？大御水不是说凋零王吗？凋零王，凋零王只要收集到就可以了。我知道杰克家有一颗头啦。嗯。对啊，那时候运气好，打到的。对，看一下我那边有没有。我是没有的。我对堡垒啊，我还没去过。请问一下，右边那个计分板是有意义的吗？这是什么啊？对，那是挖铁。什么？没什么看到，没看到，什么看到？没有什么看到啊？我觉得我没有注意到哎。那个好像是铁。可是我觉得，那我觉得我是不是现在都要去挖铁啊？是不是要开始挖什么东西？跟那个无关啊，那个是那个之前那个我在重新写那个什么挖石头会蹦出啊啊啊！他今天下午在弄。对，好吧。所以之后未来统计东西是不是没有啦？就真的没有啦，在吃醋了。哦，测试那个啦。哎，不对，你刚刚没讲，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边有东西耶。我也没有，我其实有很久，只是因为刚刚话题都一直在讲，所以我想说就等都讲完再问。我也是，我也没意识到。嗯，我一直以为它是死亡次数，我没有特别注意。堡垒僵尸生怪砖攻击术。我有点后悔把它引到水里，它怎么沉下去就是、变更难打？应该说它不可以压到那么底下去，就刚刚那个高度就好。它好像是被引下去的，有那个僵尸。它的僵尸很凶哎、欸，凶不哇不哇！我已经爆两件钻石装了，我也是，我头也爆了。以后不要打这只烂王，我也觉得。哎、欸，你旁边。现在很缺装，然后就爆了，超超亏的。对啊，你带一个盾牌，你带一个盾牌，那个就没事了。好的。烂王，烂王。现在的王都会回血。某几只啦，某几只会。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时候打比较快。因为那时候伤害太高了，还来不及回血，回血还行。对，毕竟是两季的装备。嗯，对吧？没错。然后啊，就是我们的骷髅生怪砖好像可以改一下、欸，嗯，能改就用可以用粉雪，我知道，粉雪然后变流毒，然后给苦力怕炸嘛，没有不用给他炸，反正这样资源就也比较好啊，他会有那个环速电池，哎呦，就是把它变流毒，然后你再杀掉它，对，掉路就变，哦，不要再回了，回身会。会哇！我打到剑都坏。派，我来帮忙。嗯，我怎么记得好像……哇！小心那个炸很痛哦。给高压苦力怕炸，好像掉凋零骷髅。炸，人家超痛的。我记得是这样的哎、欸，它会变色、哦，好强。可以查看看。很酷哦。很猛哦。我要干嘛嘞？嗯，没死下去，我睡啦！耶、yeah ，终于，杰克，你的头在飘。这个这只打了快半个小时啊！你的头在飘，这钻石在我这里给你。你的头在飘，你就分三等份啊，分成三等。你们拿，我只是来帮忙而已。你们拿，哎，这助手没在家，我在家，给你地板，哎，我在地狱啦，在那个在地表的音乐吗、啊？不是，我在找那个啊，我在找不知道那个叫啥，嗯，堡垒在哪里？
地狱堡垒，你是不是要解那个任务？对、啊，那时候是我跟雨月去弄的啦。头啊，不知道。好，地狱堡垒，地狱堡垒的话，我记得是走另外一边的路吧，就地狱往前走，不是往桥下面那个崖壁那边那边吗？对对对对，那边有一条路。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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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好喂，好喂，好喂，哇奇哇奇，好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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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因为我刚刚在挖水晶，挖到忘我了。水晶？哦，你要找到洞是不是？就紫水晶洞啊！哎、欸，这里还有一次，我要打。以牙还牙，哈哈。对，还有一次，哈哈，还有一次。听到他就知道了。紫水晶，哦，给你紫水晶洞挖了差不多四组还五组的水晶回来，好爽、哦，可以好好冷冻了。哦，就挖到忘我了，让他抽在我身上。给、欸、他飘走了，哇，那就没办法。我去踢哦，铁巨人塔，你又一过来，铁巨人塔，铁巨人，应该可以吧？哈基，你看你都在养村民了，铁巨人塔 OK 吧？三个村民就可以了。我你知道我现在卡就是我要做村民塔，先弄出一堆床，但是我没羊毛，所以我想要先弄出羊的那个制造机，用那个一堆床不用啊，三个床就好了，多一张就可以了。那、哦啊、你把多的村民运走这样子而已啊？对啊，哦，就生出来的让他们用水流到远一点点，就是他们判定不到那个床、就可以再继续生。对啊，好。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弄，然后想弄，那我弄个羊毛制造机，然后羊毛制造机呢要需要这个铁轨加豆的矿车，那铁又不够，我现在就环环相扣。铁，你要几个？哎、欸、哎、欸，他记得杰克那边的时候收了，那时候我跟发用钻石买，很贵的哟，很贵的。是的，你要拿去做你的伟大事业 ，OK， 我赞助你。伟大事业，可以再出征挖矿。铁哦，可是我的铁都还没烧哎、欸，哈基。哎呦，你是原矿？里面是有一些铁了，可以看。有人要来堡垒了吗？哈基啊！人够吧？可以。哦，够。哦，你们哇，我要哭了，哭啊！我要回去了。我是堡垒，这里还可以直接过来那个。不对，他怎么多一个？怎么变人了？然后说，然后打我，然后我跳起来一砍下去，然后突然变女的在面前，为什么？换了一个人，还好，不会痛，还好。惊喜baby。我怎么跳了一下，怎么人都不一样了？会贵？那你多跳几下，会不会一直变？太恐怖了！等一下，是有谁在家？我跟阿旺。那我不在家。阿古生，天高校这边末日这边把它改成就是一个人跳，我们现场会两个人交换位置，一个人跳哦。不要，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愚人节特别气坏了吧？愚人节会一直交换呢、欸？对啊，会一直换呢、啊。那忙哎、欸，这样才有趣啊！跑步的时候就习惯会跳一下跳一下、啊，那就看谁家楼梯还没弄好的就回不了家喽。哎、欸，哈基啊，哎，你那个农场是盖好了吗？还没，现在就还在想说，因为动床，你那样子村民是互相丢不到的哦、喔，然后也怕没有，我上那丢下去啊，我上那掉下去 啊，所以那你下面还要下面放一堆村民啊、欸，那你还是要先生吧，还是你要两只要护卫，然后要碰得到才会生小孩哦。他现在的盖法是把食物往下丢。我现在盖法是上面有个农，对，上面两个村民是负责丢食物到楼下一楼楼下去这样子，楼下会有几个楼下的去啪啪啪这样子。对，可是啊，楼下的那边会有个床，然后那个村他们晚上的时候会往床那边走，村民小村民也会，然后另一站子他们就掉下来，然后就是清除小村民。哦，那其实你上面可以不用床。
所以是对啊，上面两个是可以不用床。对啊，农田旁边不用床。不能睡觉的老公。他们就没有，他是放床书，为了把引他引过来而已啦。哦，有工作方块就可以啦。哦，好。做法难过。对，村民要碰在一起才能生小孩。对，好像好像蛮合理的。隔空鼻孔，啊、他们鼻子要蹭到，好吗？哦啊，没有肢体接触。那会有佛地魔吗？你可以拿剪刀剪掉看看。所以他没有小孩啊？哦，哇！哦，你说那个零零七嘛？对，零零七。啊，对啊，零个头发，零个鼻子，七个分灵体嘛，零零七啊。哇，原来如此。你知道我哎这几天嘛？哎，对，今天我才看到有人写了一大段，就是啊，我真的是多爱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才发现啊，原来他是佛地魔梦啊，佛地魔梦，他爱的是佛地魔，没错，他很可怜哎，他都不能说他的名字哎，对，没错，我很讶异，你知道吗？我居然看得到有人梦他，什么都有啊，什么都可以，无奇不有。太神啦！你要想，就有人想召唤他出来啊。什么苏东坡梦？哦，也是，没事。哈，苏东坡，苏东坡。对啊。哦，只要有爱就行了。也是啦，嗯。然后你刚刚讲到只要有爱就行了，我就翻到了，就是我们路上不是有人有一个那个地狱猪人的堡垒。哦，就路上有经过，但我以为大家看过，就没看过。就我下面看，什么？你们居然没来翻？里面有一个附魔金苹果。哦，你说刚刚旁边的那个猪人堡垒？对，我以为你们来过了。哦，好，我拿走了。我不知道，我也是路过走过来。你是不是也以为他们拿过了？大家都这样子，对啊，有没有？我想说，堡垒里面的都箱子都封起来了，但那边。就一副应该没有了吧，差而已，应该也是拿过了吧。你知道我刚刚原本只是抱持着我来挖金砖而已，就怎么有？我打到一颗头，刚好没挖到。对，差一颗，差一颗，我们差一颗头了。对，我在努力挖黄金，为了解放我的玉髓剑。哦，你已经有了玉髓剑哦，还有啊，我打到一半。我刚想说，还不能拿，还不能拿，还用私信他，还不能拿。我忘记了，刚收交换。然后观众说，今天要不要收起来？我一时间想说，啊，为什么？然后就，哦，对耶。剑要不要什么？剑要不要收起来？嗯，哦，剑，我的剑要不要收起来？你不要那么凶了。今天你要不要收起来？被秀的，你要收什么？的玉髓剑。这好像都逛完了、哦。这个地狱堡垒感觉逛完，还是你是说刚刚那一个？就是啊，完了，你死了！哇，你我不能玩了，怎么了？你不是刚好我也要回家？我的鞋，你的鞋子这样落在里面吗？爆了！刚脱妆脱一脱，然后。想说要就差一格空间，然后他那个是拿在我的滑鼠上的，然后死掉。哦，那不哦，哇，那没了，那没了。哇，他很好吗？我忘了他好不好。他过没关系，那就当他不好，他很烂，他是个烂鞋。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他是个烂鞋，他不好的。对，他是烂，没有，你看他，你看他不跟你走，他选择飞去岩浆里。对，他是烂的，值得更好的哈基。对，他很烂，对，没错，没错，不要为他掉泪。扎鞋，扎鞋，扎鞋，没错，它是甘蔗鞋，甘蔗鞋，甘蔗鞋，好痛，好黏哦，感觉是生蚂蚁哦，不是甘蔗。你们觉得它真的好不好穿呢？哦，感觉又粗糙又黏，对，不要也罢。你要找到找合适的鞋子不容易，
对，真的不容易。他不行了，他不行了，他不适合你。要找一双适合你的鞋子。我们值得更好的。对，你们好像很会安慰人哦。没有没有，其实是比较会讲干话而已。哎，没想到我昨天打麻将，打字嘛。然后打一打，观众也是在那边一直说啊，你就是要怎样怎样。我就说没有啦，这个就跟交男女朋友一样啦，你这张牌他就是在错的时间进来，就算他是对的牌也没有用。你真的哎，我觉得玩到后来都有这种体悟，你知道吗？要做硬。对啊，我就说你就是会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啦，没有用啦，没有用啦。就是明明就想说啊，好啦，我要来做什么牌好了，就偏偏死都做不到。好啦，每一把都这样。对啊，没有办法。对啊，小汉就说哇，你好像很会开导人。我就说啊，不是啊，啊在日麻上面我又没什么能讲的，只能扯一点别的啊，不然的。欸，说到这个，你昨天不是很惨吗？就东一东二局就结束了。你都直接被打飞了，人家说是憋了很惨，可是你也有飞人呐、啊，对啊，你把人打飞了啊，哦，超爽的。因为我昨天我的群组每个都还堵你。有，我有感受到。对，然后奇怪，怎么又 DC 一大堆人，然后他们说通通在跟你打，哎，都去出征了，对啊，这样子。有一个无情的直接国士无双，然后东一局把人家打飞。小僵尸，我不小心把我的蜜蜂给放飞自我了。苦力怕他飞出去了，苦力怕出来就防爆，对不对？啊，对，不然都是苦力怕 boss 的话，哦，因为他在小雨家旁边开炸，我心想，好嗨哦，开发耶！对，我都在想到，啊、对，炸弹爆，没事，是我在想啊，他炸弹是有伤害的、啊，附近都有什么其他生物有可能？啊，你的村民有点危险哦。我家还好，就是二楼有猫。哈基应该有听到吧？在二楼吧。你说我的村民吗、啊？不是啊，你没听到爆炸声吗？很近哎、欸，你离小雨那边蛮近的吧？对啊，然后看一下，我看他在推羊啊。我家近的哦，你想一下哦。对，赶快保护一下，赶快保护一下。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需要一名英雄出来保护。哎呦喂、啊，他叫达拉崩巴吗？不要了，很难念的。你想他最快的妈妈？太难念了，太难念了。这东西也很久了、欸，很久啦。我、哦、天哪，都有年代了。欸、好恐怖、哦，时间真的好快、哦。我今天在跟喵他聊，我们之前拍有一部就是。反正就是合作的系列，然后他说：“哎、欸，你看这个好好笑、啊。”然后我一看之后，哇，这是两年前的影片呢、欸！我觉得好恐怖，已经是两年前了吗？哇，哦，恐怖，好恐怖、哦！时间真的是过得不知不觉呢。对啊，我吓死！没有在想，就是大概就像是我们大一学生，我们现在已经大三的那种感觉，当两年朋友同学的感觉。嗯，哦，何止哦！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一起度过了国小六年级了，好不好？好啊、这样我们算是青梅竹马吗？损友之类的吧。青梅竹马更久吧，我们在错的时间认识到了彼此，先把他青梅竹马。我们无法称为青梅竹马了，各位。哎，哭了哭了！今天我们讲话都一定要这样吗？我的天哪、啊！从那个就是地狱投稿开始。对对对。我的天哪、啊！啊，不对了，我今天在跟他们吃火锅的时候，我才讲说我今天要讲话讲少一点。结果你还是讲了一大堆，我还是讲了一大堆，可恶！因为你做完大裁判吗？不，对啊，不行不行不行，不你干嘛？刚刚有一个很小声的那个员工在讲，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哦，你怎么可能讲少一点？怎么可能？你要讲少一点，你棺材现在立刻。哀伤。
没有啊，我也可以是当那个啊，就是负责搭话型。负责搭话会比本主讲人还要多话，就是冲然后超多的。花花请说，就是那个蜜蜂有蜂巢，那蜜蜂还会自己生出来吗？还是一定你要喂它才会生出来？要自己喂它才会它会繁殖？要怎么喂它？两朵花，它都来吃饭了。来吃饭喽！加班哦，饭喽！啊，跟你说吃饭啊，现在都一直不下来。你是不是要逼我拔红线下来？想多久了？一个游戏暂停一下就好了啊！都不用吃饭，是要张成仙是不是？我怎么感觉每家都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吗？大家都差不多嘛，感觉。哦，我家人好烦哦，每次都玩游戏是叫我暂停下去吃饭。哦，就好啦，知道了。别他进去了。没有进去是因为黄昏了，不是进去要干嘛？哦，对，他要晚上他自己。你去睡觉，他们就爬出来了，好可怕。哎、欸，那这样子，我蜂巢放在这边啊，它里面只有一只蜜蜂，它还会自然繁殖？不会，会不会都不会啊？它那个蜂巢就是生出来只剩一只。哦，完了，我刚才被人杀了两只，都打到头了。你又打到了，哦，我打到了，所以现在是够了是吗？哦，好像够了，两个头了，可以啊，要来解锁吗？啊、那请问苦力怕还在吗？苦力怕还在吗？拿水哦，把它关起来。哎、欸，那我们就趁现在了，快点，你就不要打到一半了，消失哦。哎、欸，可是没有防爆的话，那个凋零王要找你。现在防爆啊！现在防爆啊！现在苦力怕就是怕苦力怕突然消失。哦、是我觉得，我觉得应该会消失哦。我也觉得會。不好意思哦，两只 boss 在附近哦。哎、欸，这只它是应该凋零王也会上一个吗？不一样吧？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只是它时间到产生下一个。对，这个哦，鸟贼，鸟贼，深藏不露。哦都看到了、哎呦，都看到了，怎么听起来好像怪怪的？你看我这深藏不露，哎呦，深藏不露，深藏不露，深藏不露，真不愧是陨月啊！哎呀，真不愧是会魔法的陨月，就是不一样。他会写魔法，也还会植物魔法哦。他什么都会啊！最近开始种田了，还写魔法哦。你们在哪里召唤？找个地方，对啊，找个地方召唤。其实正常所，哦，他正在我家旁边下来。中介吗？因为中介其实现在很那个、啊、有个机缘啊。如果我说正常手续啦，怕爆的话，可以在中介的那个。现在就是随便找个地方把它关起来，招出来打烂它。对啊，对啊，赶快把它打一打。去找，要不然去找地洞好了。啊、我刚刚遇到一个地洞，我去找一下。杰克家，你说地洞吗？地洞那个啊，那个我觉得阿旺家不错啊。骷髅神怪砖旁边，喂，你不讲话没事讲话，哎、欸，那就你家好了。不对，不是这样哎、啊，你要去提供我谢谢。没有，好像不错哎。你觉得很像？哇，地洞吗？我家很棒哎。直接先讲，直接先道谢。先是过谢谢再说。完全没有在听。是地洞吗？那个你要走去哪里啊？我来走一下、欸，这个吗？你要走去哪里，小雨？还是那为什么不要在上面？我这里，我现在在地洞。不是啊，就是家里旁边这边就可以了、啊哦。可是其实我们在上面挖一个几层几就好了，把它飞出来、嗯。你就是把它困在一个小角落就好了、啊。这里我到发 baby 这里，发 baby 啊就把这里堵起来就可以了、啊，不能走这么远啊。这里好大、啊，这边有一个大空间、啊，好大、啊。不要，就是空间越小越好，空间越小越好。啊、那就刚刚，如果你们两个走的地方是，哦，哎、欸，哎、欸，阿旺，空间越小越好，这样子不会乱飞。
那就是阿旺家啦。没有啊，那就最简单，看这个里面，这里可以。也不错、哦，这么小就可以了，就是他能够放出来，能够放出来，能够召唤就好了，然后就把它困在这里。好黑哦，好，对，好吧，你擦亮火把，我没有带，有灵魂，还要什么？要什么？没有，要打我是吗？灵魂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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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都没有在同一条线上，看一下，你要什么？灵魂杀，我打火石。所以你现在我要灵魂杀，我有黑曜石、啊。要放水流吗？不用放水流，不用不用。我有同源矿啊，可以，没事。不要了，不要。哎、欸，我有热带鱼，我有热带鱼。啊，那我有扭曲疙瘩块，你要不要？我家有可爱。就完全没人在拿灵魂杀，有没有？最可爱的猎食者，我没有灵魂杀，对，我没有，我也没有。阿伯，你送我回家好了，团队送我。没有，我没有挖，我也没有挖，是的，没有。还是要腐肉？有人肚子饿吗？好了，我们在这边先坐一下。我带过去。耶！你做个漂亮的入口啦。我说不好意思啊，这是灵魂土啦。可以啊，也可以啊，灵魂也可以啊，去点啊，下去一下。我讲一下、啊，天竺公打，它周围有方块不会招出来哦。对啊，不能让它周围有碰到方块哦。挖一个局，三乘三。就它的手的位置上面不能方块。它身体不能连着吧？这底下这里不行。来来来，杰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最角角下面就好。等一下、哦，很困哦。我们用躺的，我让他用躺的。困哦，躺的。等一下，他可以躺着。可以躺的比较好打。哦。然后，是他出生也是躺着吗？不是，还直的。他们立起来，出生躺着。谁出生是站着？等一下哦，不，他可能掉下来。那头上这边要补一下呢。哎，这边前面帮我补死就可以放头了。你默契很好哦。这个瞬间，好了，可以放头了，可以放头了。还有杰克，那我放啊。好，安全，安全打，安全打。啊？怎么安全？怎么安全？射箭呢？下来，可以下去，都是在这边。哇！哦，这边安全。好快！还要死了啦！开始了。我没有打到哎。没事啊，有拿到雕岩山中就好了。对啊。啊，对哦，你们现在已经有人武器冲很高了哈，都忘了。好扯啊！你什么课的啊？他怎么这么没有尊严呢？对啊，好可怜哦。我装备也爆了好几件哦，我刚被其他人制裁了，他被其他人制裁，好呀好呀，可能呐，你要下去吗？我可以帮你放水流，你跟我讲话吧，走啊，哦好，你要捞啊，我捞，麦啦，哎，捡好多怪哦，现在超多怪的啦，因为我们刚刚都聚集在这里啊。对啦，帮帮！是啊，有人偷偷把我打下来啊！好坏哦，谁啊？谁呀？好坏！谁呀？还要下地狱？哇！你们听起来很像三个同谋哎！但是没有，没有，我们已经下来了，我们已经先……这里有那个荧光墨鱼仔，墨鱼仔，这里，墨鱼仔，这里哦，荧光墨鱼哦，把它可以解成就啊，给那个金飞喜。怕回你死啦！还有可爱的掠食者，我要把他抓回家。别杀人了，臭鱼！我要解任务。好，嗯，给你。要把他捞起来，你再放出来，再放出来。等一下，要荧光墨囊。对啊。给你们。对啊，没有荧光墨囊。在我身上，我给你们。没事，有人要死了，我解了，我解了。他，我不准你活着。耶！ Yeah, 我醒了。啊哈哈！哎、欸、嘿，有了。这个荧光墨囊要拿回去放告示牌，然后放上去。对，没错。让它亮亮的。啊，你刚刚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是刚刚、放水流啊。对啊，刚凋零的隔壁。下面啊。
哦，原来是从这边。然后我刚刚就是这六节恐龙啊，龙院嘛。然后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影片，嗯、就是、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娃娃鱼吧？我知道、啊，娃娃鱼不是很小、嗯、很小一只吗？嗯嗯，有那种很巨很大只啊，有啊，它有超大只的。是哦，前几天我看到那种什么60公斤的娃娃鱼，有啊，因为有人养来吃啊。啊，是啊，啊，哦哟，对啊。我还不知道有人会养来吃娃娃鱼可以吃哦、喔。怎么？我那时候看到我也吓到，我也太大只了吧！我的天、啊，好吃吗？好吃吗？我是不知道好不好吃啦、啊。等下先问过云月吧。什么？我不是什么都塞嘴巴，它会动，它不行。我不会动才吃，是不是？不行哦。有毒猪猪，我以为云月什么都可以。毒猪猪哦，它还在动哦，所以云月你没办法去吃，比如那种生章鱼脚之类的。哦，我不行，那好可怕耶，感觉会卡喉咙哎，我不行，对啊，不会那个都会沾什么香油之类的，让它。可是我还是觉得怕怕的。哦，还好它都一小段一小段的，到肚子它还在动，会感觉很恐怖哎，感觉你肚子被那个钻来钻去。对啊，肚子被吸住的感觉。失败，没了。可是你的胃酸应该就可以制裁他。你的胃酸超屌的、欸、你要相信他哎、欸。哦，胃酸超屌的，屌到我有时候会。胃酸真的超屌的、欸，为什么？是不是开玩笑、欸？有时候相信胃酸不舒服，永远可以相信你的胃酸，好不好？真的，你可以相信他。好可怕，恐怖哦。嗯哦，好，看一下他有什么任务可以解啊？你知道还一个月？我觉得简单的好像都差不多，接下来都是难的，都很麻烦。嗯，那有女的吗？这可能要问你啦。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人物很女？很女哦，哇，这讲出来就会超级刻板印象，你知道吗？不行啦。哎、欸，等一下，我看到一个任务好酷哦、喔。嗯，这可蛮女的哦、喔，和六角恐龙结盟并赢得一场战斗。好、啊，你这刻牌一下。哦，好可爱啊！啊，为什么？我想要粉红色六角恐龙，粉粉的、啊，粉粉的、啊。人家说我们男生难道就不可以可爱吗？这样子。那熊猫团团也很可爱啊，可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呀、yeah, 你说我丑得很均匀哦杰克我没有我丑得很均匀哇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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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旋镖又来了回旋镖又来我们是不是最近都这样啊我的天没有啊最近就一直在三重时区发威啊有什么办法那只是换人而已啊对啊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哦战术性捕鱼对啊，你们要拿水桶去捞、哦。嗯，我家有很捞哎，很捞哎，很捞哎，很捞哎。我要去捞热带。为什么？哦，你要养恐龙啊？没有，就在旁边捞一下战术性捕鱼。嗯，热带鱼，热带鱼，不要吃我的热带鱼。你的龙源开吃了是不是？开吃了，开吃了，开吃喽！我龙源会吃热带鱼，我然后我家前面全部都养热带鱼啊！哦，超级把费吃起来，哇！龙源自助餐，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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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不太对哦，没事啊，大吃特吃。啊，真香！真香啊，真香！你们都没有门牌哦，门牌我门牌还没去申请啊，想帮大家点亮是？对啊，想说就弄一下。那你可以放不要点亮，让我点。哈哈，因为我还没捡到成就，可以吗？哦，可以，你长大人可以吗？我不是你长大人，谁跟你长？你不是很爱凑一卡吗？东看看西看看，
哦，我现在确实在到处看哪里有告示牌了。我的箱子里面有两个啦，你跟他去摆。好，我箱子也有。好，那里长大人，我要绿橘色的颜色。我不知道怎么弄橘色颜色，拿橘色染料啊，去对它点右键啊。红色加黄色。哦、可是它不是要荧哦哦。欸、所以是要荧光墨囊先点上去之后再、不先那个颜料是改字的颜色，哦，荧光墨囊是让它变亮亮的，所以两个是分开的。怎么了？荧光墨囊，荧光墨娘，你完蛋了，你完蛋了，对妈祖不敬，你要被妈祖、哦，明明是你们自己弹奏，我没有想到这里，欸、我们说墨囊哎。我是荧光墨娘。哦，你是啊、哦，对不起啊，你要被诅咒了，你完蛋了。原来你是荧光墨娘，对不起啦。不是哦。哦，我的天，他、那个，哦，小雨家有告示牌哎，他刚不是说，我说了，他刚刚不要啦。我叫两个，你去拿。哦，今天沟通真的是没有在同一个线上，是没有在听人家讲话呢。有啦，干嘛呢？干嘛呢？哎，可是我真的，所以你箱子里面有额外多的、哦？有啊，在那个靠港口的右边的第二个。你是要统一门牌吗？哦，有了有了，不用统一啊。不需要，卫权的可以吗？可能也那不行，不需要了，不行，不行，不行，这里好多、哦。啊，你要记得我们上次的命名哦，什么海什么，我第一什么，哇，海景第一排，不是那是什么东西？海边什么的，海上小屋，哦，一号和二三，一二三。海上小屋，海边小屋旁边的洞，我都忘记这个了。海边小屋旁边的洞，我连自己取自己家叫什么名字都忘了。你说海上小屋吧？我记得，我来这里，好像是吗？欸、你是蘑菇屋吧？蘑菇屋、树屋，忘记了。维基利亚。嘿嘿，问一下，龙月一格爬得出来吗？什么叫一格爬得出来？就是一格水，然后就是墙壁就只有一格，它会跳出来吗？会啊，会吧。好，那我叠两格。嗯，有了。啊，那个繁星在哪里啊？啊，我在哪里？我要给你那个，我在中介啊。哦、我有梦囊，没关系、哦。好，谢谢。他这是海绵体。对，哇，我还有三个。好，换个钻石，谢谢，好酷哎、欸！好耶，好耶，很赚哎、欸，很赚，很酷哎、欸！哎呀，我不敢穿，为什么？不合脚，对不对？不合脚，不合脚，对对对，不合脚。为什么上面有绑定诅咒吗？哎、欸，还没，我还没去看呢、欸。我看一下，未鉴定，先鉴定一下，对啊。等一下，搞不好是酷东西、哦。等一下，他真的是绑脚怎么办？嗯，我要送给他寄出来。是那个、啊，你附魔、那个，他如果现在上面没有，就不会有啊。对啊，潜能跟附魔不一样。哦、嗯，好的。附魔除非你用书，不然不会附到那个诅咒，不用担心。好的，不合脚送给哈基好了，那他就有了，对不对？对啊，他就不会觉得难过。灰姑娘，谢谢哦。哇，他说谢谢哦。啊，谢谢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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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哦。哦这个有个钟、哦，谢谢。我刚自己讲完，又喝一口饮料，把自己呛到。谢谢。说明一只会繁殖吗？不会啊，不会啊。
所以我才说你这样子没办法、啊。不幸生殖，它不是涡虫。对啊，你要把它变涡虫，你要把它鼻子剪掉，它就是繁殖。这样蛮恐怖的，他已经说魔法繁殖的，真的。他把自己繁殖成七个吗？他这个观众说好像说什么，好像一只就够了。谁啊？有我在，谁在那边？还是、哦、还是他？还是他玩的是魔族？魔族真的会让村民无性生殖？所以魔族真的可以剪鼻子、啊？没有，我不知道有啊，有这种有这种魔族，有这种魔族，有这种魔族，我知道有，他的鼻子，对对对对对，可以种，是是是，讨厌村民啊！哇，是是真的，已经有够可怜的，天哪！我鼻子剪下可以拿来种，它就会长出一个新的村民。对啊，因为会骗人吗？克隆村民会骗人吗？我跟你讲，这时候就要说他在敷衍那个观众，敷衍，敷衍，敷衍，不不敷衍。对啊，大家就在等你这句，受不了，还是要把它唱出来。在等你这句。哦，我的天，要怎么跟龙源一起战斗啊？你要去打那个深海遗迹，或者是打沉思。或者是那个啦、哦、那个叫做什么，你去观一只变成尸这样。对对对。观音你就分尸。观音成尸。哇喂。哇你今天很不敬哦。杰克。杰克。我知道你们刚刚讲的。我说观成尸啊，你听到哪去啦，观音我知道了。一定是太久没有那个思潮了，拜拜，所以没有成尸。没有没有。你讲出来你完蛋了，你讲出来了，你自己住在上面想要下去一点是不是？先退上面。不会，我有很多大军。什么鬼啊，你说跟周星驰拍片那个吗？不是啊。你说没收工就骂脏话那个？对啊，独眼龙。太冷知识了。我们今天是跳跃式话题，武侠跳哎，超跳的，我跟不上，跳跳。看一下你，请问你们还要防爆吗？啊，那个苦力怕还在吗？还在啊，我在打，他还在旁边。你们不是说打完再取消吗？现在是可以那个啦，刚是为了弄那个，刚为了打凋零啊，凋零，对啊，上去点，刚才缺一只村民，上一次好像关台的时候有一只死掉了。哦 ，Q， 没事啦，不然死掉了是不是？对，没事，帮他办一个告别式。好，好啊，告别式，告他，告他，告，怎么随意死去不行？对，你有通过我允许死啊？不行，你给我，你给我告。你给我告，你还没有，你给我趴着，他骑脚车搞过去，骑车搞过去，已经变得不同的告了，怪怪的，已经变黏过去的高鬼皮，高鬼皮。我想起怪怪的东西，你又想干嘛？我突然脑中的高奎基，高奎基，哈哈哈哈哈哈！是赵飞飞吧？哦，赵飞，我脑中的高奎基，高奎基，高高奎基，高奎基，高高突立区，杰克，你的安德塔啦，很奇怪耶、欸，演绎的嘛，怪怪会死人的，
没事啊，你没死吗？我死了、啊，你要不要看一下、啊？他死了，重点是他已经死了，真的哎，有更多的羊毛地毯。高给提高给，可以先捡树叶啊。没有啦，他是直接用挖的方式，不是以那个的。我不是往外铺，我是往下去的。他又说简易的，我才又说效率会不好。你还是会生在旁边，在那个。嗯，没错。只用这个安德塔要签那个生死状。免责声明要先签。免责声明，对，你出事不负责。对，伤害要够高哦。那大概只有你可以打了，没有啦，哭的，哭的。蒋记，请去看我的 VOD 哇！又要看 VOD、你们等一下观台就可以看到了，大概再五分钟。团团的杰作，遗址啊，嗯，十字路口，遗址。哦，我以为你是说村个村名的。没有啦，没啦，没啦，我要去把中介擦亮。亮晶晶的。在想为什么僵尸没有办法把它变尸壳？可以啊，因为是尸壳，尸壳变僵尸啊。哦，对对对，我要尸壳怎么变僵尸？尸壳变僵尸，僵尸变成尸。对啊，尸壳泡水变僵尸，僵尸再泡水变成尸。对啊。哦。所以没办法把它晒干，是不是？对啊，慢慢滋润，然后到时候过水这样嘛。干掉的海绵。好酷哦。我只有经历，我只有就是生存做过是将僵尸变成尸，变成尸。哦，好酷哦！完全没经历过。嗯，哦，不可逆的反应哎，真的。嗯。哦，不懂的。单向的，我跟你讲，搞不好之后就会出一个，就是麦块可以做那个人工什么。什么日晒机之类的，你就可以把它弄回来，感觉应该蛮酷的。把城市抓出来晒一晒变僵尸吗？对啊，那不就化成灰了，烧烂了。这是处刑吧？你不是把它变回来？这是处刑。天哪！我要把这只龙猿叫做阿六。阿六，哎，阿六上吧。哦不，阿六你受伤，阿六，阿六会自己补血啦，不用怕啦。阿六会补血啦，不用担心。你不要跟 Bobo 一样说摸一下就用砍的。暴击给我砍下去！他说摸一下看看，结果嘞拿斧头跳的暴击打死那只龙猿。拿斧头用暴击砍。哎，他怎么没有回血？哎，不是会假死吗？哎，奇怪了。拿斧头直接把他脑袋皮剥，直接变圣死了。确实蛮痛。所以要阿六咬过城市才可以。你要先让他咬过一次，然后你再打死這樣。那他僵尸会揍他吗？会啊，城尸会吧，他才会假死啊。我记得城尸会啦。然后通常你要解那个任务，我自己的经验啊，之前解过的经验，至少要三只以上会比较容易解得到。我不管，我阿六很勇。你一只的话，我之前也是。一只我之前试过了，我关了三只沉思我都没有解过了，搞不好你一次就可以了，可以试。啊，我那时候我之前唯一一次解到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养一堆龙猿，然后你放了一堆对不对？对，我这边他生了一大坨，然后结果我在这边抓龙猿抓来抓去，然后突然有一只沉思从水里面走上来打我，然后就被咬了。还是最后一下是给他咬死啊？就是没办法增加沉思，好像
不用咬死吧，有咬就好了吧。哦，太容易自己夹死了吧？被摸到就会了啊。你就对啊，扑啊，然后就测四十五度。还行，阿六别这样，阿六。他叫阿六是因为他是第六只的吗？没有，不是，准备当第六只。哦，第一没有，他第一只已经就是原本放在我的水池里面，然后就游向大海了，逃走了。啊，对，他自己跑上去。对，你有一个放飞自我的，对，都忘了你有一个逃走的小坏坏。十点啦！哇，等我一下下，下礼拜要帮你把东西擦亮，不然那边的效率会很差，对不对？对啊。好的，没问题。好的，没问题。好的，要不要挖了很多的铁？有人要铁吗？大家都来挖铁啊！他自己不是很缺吗？啊，很缺吗？我这里还好，主要是漏斗跟三组了。嗯，哦，好，我可以给你们。好啊，我这里也差不多还有四组班。哇塞，发发，你家的楼梯也是蛮潮的啦。一个人走上去，另一个就要等他 CD 好。我的天哪，啊！你可以用爬的啊，你可以用爬的啊，你可以直接爬上来。你这个藤蔓可以爬。然后你为什么你要在你的床头上面放时间？你是今天的日期我刚放的。你这样很奇怪啦，像是你哎，欸，你这很怪啦。哎呦，我的天！哦，我这个等一下。换个位置摆啊，换个位置啦！日历换个地方挂嘛。这个比较不妙哦，这个只差 RIP 三个字，它就完整的哦。你的床还是白色的，先不要挂在这里呢。要挂哪里？你挂这个旁边啊，这个，你知道这可以这边，你知道这可以夹。不是。我觉得不行，也不行。我不知道那个，放。我觉得床是白色的这一点，床是白色的感觉就有一种医院感很重，然后我怕等下有人查房啊。这样啦，叫好一点吧。没有没有，并没有。白色就是那个敏感呢。等一下啦，我换一个颜色给你啦，你等一下。感觉等一下就会有一个那个护理师走过来说：“你今天还好吗？”躺在上面，躺在上面，躺在上面了。我说这是假睡。假睡，天哪！啊，就只剩白色的床了。来了，来了，来了！给他染色，给他染色。你们可以从这边接下来，可是会有半个受伤。你给他了吗？阿发发，这样不会啦，阿发走掉了。我帮他放，我帮他放。我在这。我这样好多了。你变双人床了，你变双人床，太棒了！我的天哪！哎呀，哎，行，可以踩这个啦，不会受伤。好，我先把它跳下来。哦，有资格可以踩耶！哎呦，把心讲完，然后三个还是得啪啪啪直接跳下来。好啦，今天到这里啦。我们的活动持续一个月，记得三月底要验收。好，下课没有课了，下班，下班吧。辛苦现在也不是校长，现在辛苦大家了耶。辛苦了。你要继续加班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耶。好的，我本来想说挖完玉髓就可以做其他事情。我本来想去把我家改宽一点，改高一点，还是什么的，就发现不行哎，要一直东解解西解解的。哎，我家蛮好看的啊。好啦，我中途先断一下录影，我们等一下玩什么？